就是万事如意是吧？万事如意，比如说钱也能赚得好，在单位能升职啊，孩子们能考上好大学啊，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这就是福分。这个福分呢，啊，已经成为非常世俗的一个概念了，是吧？啊，大家都这么认为。哦，我刚才跟大家打招呼，让大家蒙福呢，这个福呢可不是你们所期盼的世俗的福。那么圣经里头这个福的概念呢，是完全和你们所期待的福分是不同的。那么看啊，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所以说圣经所说的福分呢，和我们所想的大相庭径啊。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的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飞鸟，各从其类。然后说什么？然后就对这些鱼还有这些鸟们，就赐福给他们啊！你说这些鸟儿为生计奔忙吗？那么这里的这福分，圣经所说的这个所说的就第一个福分的出现在圣经，就是出现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是吧？那么我们看圣经的眼睛啊，却被这种世俗的欲望所遮住了。当你们真正的张开你们的慧眼啊去看的话，那么你们这个所说的福分呢，和我说的福分不同啊，你们有一双这样的慧眼，是吧？但是你们看圣经却没有这双眼睛，所以你们看不到。因为什么？你的心里头有物障啊，被世俗的东西，你们的灵眼被障住了啊，在你们世俗当中所说的那些成见呢啊，在这种固定观念当中啊，毫一点都不会反思，是吧？啊，看到这些圣经当中所说的福分呢，你们却看不到。所以真理呢，真理是彰显着的，但是我们看到真理的眼睛的被蒙障了，说道不掩人，人自远之，是吧？圣经说什么呢？所以说我把真理给藏起来了。上帝用梵语来敲击我们，是吧？是我的眼睛被蒙蔽了上帝却说什么不说你们眼睛被蒙蔽了，而是我把话语藏起来了。为什么上帝在旁敲侧击，是吧？这也是他的婉转救人的一个方便那么你们看不见这也是我的不是，是吧？上帝对我们的这些不肖，就像不肖之子呢由父母来担当一样，对我们的不肖呢由上帝来担当，是吧？这是圣经所讲的第一次出现的福，是吧？你们看这个福啊什么是福呢？这个出处啊，福来自哪儿？福来自上帝，是吧？那么没有上帝也就不存在福分，是吧？那么你们再看，这是第一个福分，你们看第二个福分。一章二十八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二十七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是吧？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造谁呀？造人。
那么人呢，真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是吧？了不起的存在。啊，人，里面有谁的形象？有创造主的形象。嗯，你们看圣经的话啊，这人的价值是，这是了不得，是吧？并不是一堆肉，不是行尸走肉。如果我们这么认为的话，这是作践自己的生命价值。啊，这里有很深奥的道理，我只是蜻蜓点水般给大家讲解这个形象啊。啊，那么用英文讲就是 image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翻译成形象。啊，我说这个人印象很好啊，比如说这个人长得像谁谁谁，我们这样讲是吧？啊，这什么话呢？这个人看到这个人呢，就能联想到另外一个人是吧？那么看到人呢，就可以联想到上帝的形象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人呢，起初啊，就是通过人可以彰显出神的形象来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谁说啊，看到这个人，我们看到他就知道上帝是怎样的形象。这样的人几乎没有是吧？但是我们呢，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道，那么我们的形象恢复以后呢，是完全可以恢复的啊，所以也会彰显出上帝的形象，是吧？那你们看，有一个老爷爷啊，和他的老太太呢，他的夫人得了病，他说得了癌症，他说我前生作孽呀，什么什么谁可能这个祭祖没祭好啊，所以老祖宗惩罚我啊。成天所说的都是那些消极的怨天尤人的话，是吧？最后这些子孙们呢，孙子们孙女们学什么，怎么想啊？这人生啊，我看我们爷爷奶奶的祖辈的人生啊，人生没什么意义啊，太虚无。那么等我年老了，等我年老也像我们爷爷奶奶一样这么悲惨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那么爷爷奶奶的这种想法呢，要波及到你们的子孙，让他们也有这种消极的念头，是吧？但是这爷爷奶奶去掀起点生命运动啊，过去是那样消极怨天尤人啊，不是怨这个就恨那个，是吧？这样的爷爷奶奶突然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积极向善的乐观的总是这样充满生机的，生气勃勃的啊，过去哎你别吵啊，气不打一处来的爷爷奶奶呢啊，看着孙子们在前面蹦蹦跳跳，好啊，家里真是生气勃勃，观点完全都变了，是吧？观点完全都变了，用肯定的生命的观点，相生的观点去看待一切，那么从这里找到什么？找到美，找到真，找到善，是吧？哎，所以呢，这些孙子们呢，啊，我爷爷得癌得绝症，医院已经说不能活三个月，而我爷爷呢，三个月以后拍片一看啊，癌症好，痊愈了，是吧？孙子孙女会怎么想啊？我爷爷像我爷爷这样变化的话，病就会怎么样？病就会好，是吧？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奇迹啊，是吧？那么你们孙子孙女们看到你们，不是看爷爷奶奶，而是看什么？看见一个生命的奇迹，他们在目睹一个生命的奇迹。你们要留给你们子孙这个这样的东西，这才是一个伟大的遗产啊！我爷爷钱多，他一天像那个铁公鸡一样啊！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孙、我的姑姑、舅叔叔们成天吵架，是吧？为了争遗产啊，死的时候也放不下，最后得癌症死了。那么你们的子孙们会学到什么？从你们的人生会学到什么？死了爷爷奶奶一过世，啊，他们父母辈就在那里为遗产吵架。那么你们的孩子们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钱也没有用，啊，人生是这样虚无，所以他们就学会什么？这种悲观的人生，虚无的人生。那么一旦心灰意冷，那么，啊，现在的
快乐就是他们人生最高的目的了，是吧？这样就会放纵，什么道德不道德对他们没有关系了，只有追求今天一天的快乐是他们最大的人生目标了。这样的思潮就是我们现在的所面临的现实，是吧？啊，那些暴发户啊，那些啊一夜之间成为暴富的人啊，脑心里边连一点点的真理都没有，他们不懂得追求真善美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些年轻人呢，啊，所以自杀率现在 OECD 国家number one 是吧？嗯，遗产，你们要留什么样的遗产给你们的子孙？你们不要留钱财给后代，要留伟大的精神遗产，要把你们的意志、你们的心怀意念留给他们，留一个生命的奇迹给你们的后代。啊，我爷爷得了癌症以后，成天怨天尤人，都怪你，都是你气我，把我气成了这个样，把我气病的。这样怨天尤人的话，啊，成天的骂啊。你们这帮小子成天气我啊，不孝顺啊，所以我今天得了这个病啊啊，你们这帮混小子们给我拿钱来让我看病啊，你们不要这样，哦，活得这么狼狈，懂吗？啊啊，这样的爷爷呢突然怎么样参加了在哪儿参加了一个讲座以后，对奶奶呢啊，体贴入微，是吧？完全变了个人，昨天动不动就杀气，是吧？发脾气，这样的爷爷呢突然变得非常体贴温顺，会体谅人啊啊啊！我爷爷得了绝症以后啊啊，开始抱奶奶、亲奶奶、疼奶奶了啊！我孙子，你们的子孙们会怎么想？这样的爷爷啊，希望他能活得久一点，长久一点，希望他长寿，是吧？啊，那么怎么不早点死呢？是吧？活遭罪干什么？那么这两种念头啊，你们的子孙也在这两种念头当中较量，是吧？所以你们留什么样的遗产？什么才是真正的福分？伟大的生命奇迹。你们要留下一个好的形象，是吧？精神的食粮。尽管你们不能留下上帝的形象，但是要留一个和上帝接近的形象，是吧？靠近上帝的形象，这才是伟大的精神遗产啊！不要成天想病，是吧？啊，不要成天想病。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是吧？我们称此为转祸为福啊，就说啊，这才是真正的福分了，给你们的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留下真善美的精神遗产啊，说啊，我们的爷爷一生是那样的美好，是吧？结局是这样的好，我真是在我爷爷这个年龄阶段，我也要效仿我的爷爷一样啊，这是多么好的精神遗产，是吧？所以呢，形象非常重要，形象是吧 ？image。所以我们一辈子要追求真善美，是吧？那么上帝呢，就会在我们的印象上呢，可以彰显出来，啊，就天人合一的境界哈，啊，上帝就是这样造我们的，啊，称赞天地的话语，是吧？所以上帝这样抬举人类啊，而人类却在作践自己，这就是罪孽。哎，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不就是一堆行尸走肉吗？啊，那么吃什么无所谓啊，怎么活啊也无所谓啊，追求快乐，快乐是最大的人生目标。酒啊烟呐 把这些东西都塞到我的身体里啊，麻痹自己啊，你们想把这样的意念留给你们的子孙吗？你们的子孙就等于是把病，身心的疾病留给你们的子孙，不是福分，而是什么？是祸患啊！
我作为他们的祖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诅咒，生命的诅咒，多么的可怕，是吧？好，第二个福分就出来了。造完了人，按照形象他的，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那么你们看啊，第一个福分和第二个福分呢，福分的内容啊，这是空中的鸟，水中的鱼，是吧？它的福分的内容是什么？是生生不息，是吧？生生不息，要滋生繁多，充满遍地，是吧？赐福他来对他们说，要滋生众多，遍满地面。那么，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这个祝福的内容啊，福分福气的内容啊，就是什么？就是生生不息，是吧？那么上帝所创设的伊甸园里啊，人之初啊，那么也不需要钱，是吧？那个时候也不需要钱，也没有什么考试啊，高考啊，也没有什么做生意开公司的事儿，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所说的这个福气啊，就是上帝所给他们的生命的气息，让这个生命的气息啊生生不息啊，你们的基因呢啊，保持上帝的信息不受一点的破坏，然后呢把这个上面的生命信息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福分呢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气息，是吧？所以说要完全正理，全却出气，是吧？未尝以我害之啊，这个福气啊，真是用钱用物质换不来的，是源自上帝的福气，是吧？还有第三个福气，创世纪二章三节，所以说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啊。啊，这个福气和我们想的真是不同，是吧？给海中的鱼类和天空中的鸟赐福，然后又给谁赐福？啊，又给人赐福，然后又给日子赐福，是吧？日子是什么？日子是不是生命体，是吧？日子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啊，我们呢，我们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是吧？我们在这个九天的时间内呢，从5月20号到5月28号，这个九天的过程当中呢，在五台山这样的空间呢度过的时空，那么上帝给这个日子赐福呢，就是给时间和空间祝福。那么你们看，今天是第七天，是吧？这里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福气啊！地球上充满了福气，是吧？你们看不见呢，看不见。那么这样说的话，那就没戏了，是吧？啊，尽管看不见，但是生命的气息呢，却源源不断的供给给我们，这就是福气。因为有一位这样源源不断供给我们的福气的存在，他把他的福气啊给了这个第七日上。那么信不信，就由你们的选择了，因为这是上帝的道，是吧？那么你们看，那么第四个福分呢，创世纪给诺亚和神就赐福给诺亚和他的儿子，对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个福气和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相关的，是吧？那么你们看第七个福分，第五个福分，是吧？创世纪17章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叫她撒来，也要叫她撒拉，你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撒拉是个怎样的女人呢？她不能生育孩子是吧？所以上帝赐福她，她就会怎么样？她就可以可以怀孕生孩子了哈。不是这个啊，这个啊，蒙福的话就生儿子，不是这样的是吧？让这些不能生育的孩子呢，让他能够生育，说就是让他能够生生不息，把上帝赋予他的生命的信息呢，能够传递下去，这才是最大的福气，是吧？所以我们过去讲这个，这个不孝有三，无后，无后为大，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懂吗？所以说你要给他们起名叫以撒，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的母，必有百姓，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所以说，一说福气呢，就和什么有关系啊？和生生不息有关，是吧？所以，旧约当中，这个福气呢，就和这个让生命生生不息的这个气息，也就是生命的气息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今天所说的，让大家蒙福，蒙福。这个福气是什么福气？大家懂了吧？你们不感谢吗？不比你们赚，让你们发大财吧更有意义吗？所以说，你们现在所求的福不是福啊！你们所认为的祸呢，不一定是祸，懂吗？所以说，当你认识到上帝在赐福你的时候，当你明白了这个旨意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生命的气息，这个生命的气息才是你真正的福气，是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要真正明白这个旨意以后，那么把这个上帝生生不息的气息变成了杀气腾腾的气息，那这样的话，生命的气息就不复存在了，是吧？所以呢，比如说你被人家打掉了一颗牙，你们不要全家举动要去，杀了人家。你掉了一颗牙是吧？你就拔他一颗牙，因为人的暴力倾向太严重，所以呢，你们要明白上帝的这个苦口婆心的苦衷，是吧？循循善诱的欲望，你是不？他是不是打掉你一颗牙？你得给灭他九族。像谁一样？像谁一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是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我看圣经的时候，是到处都能发现这样的美，是吧？这样的真理。但是拎着大棒子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上帝让我这样复仇了这样的话这不就是乔治小布什吗？是吧？世人却为他鼓掌叫好，是吧？认为他是对的，应该教训教训他们。那么奥沙马拉登拉登会怎么想呢？那么美国这个是应该攻击的对象，这样互相世人却把它称为义，其实这是撒旦的义，是吧？其实这是不义的战争都是认为自己有名分，是吧？自己是正义的，其实呢战争本身不是，其本身是不正义的，是吧？那么是北方先起立我们，那么是南方先起立我们，争执不下，都想找到名分，都认为自己是正直。那么前不久，这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开枪的事件呢，也是这种他所谓的他的正义感出发的，是吧？那么他说什么？他是殉道者，是吧？这就是世上的所谓的正义，是吧？你们不要被他所蒙骗，你们却不反思你们的本性，是吧？
不反思自己的本性有多恶，从恶的本性里怎么能发出正义来呢？那么这个在哪里体现的最多？就是夫妻之间的吵架的时候，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这次来深有感触是吧？得经常来，得经常来。我们不吵啊。那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其理啊。啊，所以这个福气啊，大家明白了吧？是一个非常，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再跳一跳。我们看《生命记》七章。十七章，七章，七章十三节，所以说我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们人数众多，也是生生不息，是吧？嗯，赐福于你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那么仓库里你们剩两袋米，突然变成十袋米吗？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就是你们所种下的种子会生生不息，结出很多很多的谷子来，就说可以丰收，是吧？那么你们的这个种子呢，细胞分裂的非常好，多结果子，是吧？生生不息的祝福，葡萄丰实，是吧？结果丰实，还是什么油啊？是橄榄油啊，那么结满橄榄，那么。果子结的多，就说明细胞分裂的多，是吧？所以说橄榄丰收的话，当然油也丰盛了，是吧？所以说牛犊、羔羊啊，这母牛、母羊，让它用生命的气息调节他们的基因，让他们能够多生子，是吧？就是这个意思，生生不息。所以说福气呢，就是生生不息的福气啊。所以你们看啊。但是这样的福气呢，赐给了哪一天？赐给了第七天，第七天赐给了这个福气，是吧？那么这个第七日呢，生育繁衍呢，是最旺盛的一天，是吧？你们看啊，你们得病的时候，比如说肺纤维化症、脑梗塞、肝硬化啊，等等等等。什么得各种癌症啊 ？T 淋巴呢？T 淋巴啊，生育繁衍啊，生生不息。然后，你们都是需要生生不息的人，生生不息的生命气息的人，是吧？那你们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福气的人，是吧？这个福气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气息。那么。科学家最近发现呢，细胞生育繁衍，然后分裂呢，再生啊，疾病好啊，康复啊 ，T 淋巴增强啊，可以这个抵御癌细胞，甚至攻克癌细胞。那么细胞生育繁衍，生生不息呢，需要什么？需要这个修复这个变质的、变异的，还有被破坏的基因呢，这个扭曲了的基因呢，重新得到修复，是吧？得到修复，得修理，是吧？得进行修理。那么为了修理呢，必须得歇下来，是吧？机器为了修理呢，机器得先停下来，停下来运。汽车也是，如果发生故障的话。那么在运转的情况下是没法修理的，所以修理需要什么？需要停止，需要休息，是吧？所以第七天呢，你们要什么？上帝呢要用赐福你，这个福是福气，是吧？也就是说要修复你们受伤的遗传基因，是吧？让你们这些发生变异的基因呢成为正常正常的呢让你更强，是吧？
上帝要修复你们。那么修复呢，要需要生命的气息，是吧？啊，那么为了修理呢，细胞变得更加，细胞正在运作当中的时候呢，就没法，就像机器在运作当中无法修理一样。啊，所以这个休息的日子啊，是修复的日子。修复的日子呢，你们要停下脚步，停下来，是吧？上帝得这样为你们安排，是吧？啊。所以你们看十诫命啊，出埃及记，是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月要劳碌你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女儿女仆婢畜生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包括动物在内，是吧？家畜在内。这个第七日这个安息日啊，不是光局限于哪一个民族的日子，也不是局限于哪一个教派的日子，是吧？而是什么？整个宇宙的修复日，是吧？那么你们的动物，说这个动物去教堂，那个动物去寺庙吗？它已经是超越了宗教的概念，是一种生命的概念，是一种宇宙的概念，是吧？从创造主的角度视角去看，那么第七天要修复你们受损伤的生命基因，是吧？那么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用他的慈悲为我们安排了这道什么重新修复元气万物复原的日子。所以你们呢，只要把生命基础设施建构呢，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休息啊，休息，是吧？啊，所以说上帝说我们要相互配合。所以科学家啊，通过研究呢，在二次大战期间呢，这个盟军和希特勒在交战，是吧？这个时候英国呢，为了生产更多的军需物资呢，那么七天休息一天，觉得休息的日子太多，所以是每十天休息一天啊，这样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做完了以后呢，效率反而降低。那么也有很多生病的工人缺勤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科学家们就发现呢，七日是我们的什么生命的周期，是吧？七日来复啊，这是最高的生命效率的周期，是吧？所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老鼠呢也做了实验，那么老鼠也在这种规律当中生活，七日来复。那么把猫叫录音完了给老鼠听的话，老鼠肯定要会受精神刺激啊，突然喵喵听到猫叫啊，你学学，这学猫叫的老鼠就突然，这老鼠就会怎么样？突然紧张起来，是吧？这老鼠是本能的，这种压力是这个紧张是本能的，是吧？非常刺激，非常大，是一种恐怖，是吧？那么这样做了六天的这种实验，第七天呢，让他怎么样？让他休息，是吧？再不给他这种刺激，抚摸他，给他爱，这六天的刺激啊。六天受的刺激啊，什么神经性胃炎呢，都恢复了，是吧？一天之内就都恢复了。然后六天再这么折磨他，同样的方法折磨他，到七天再抚慰他。人也够坏的了，是吧？那
么那这实验的对方一组呢，第七天也是不让休息，用一个猫叫来刺激他，到十二天那天呢，就是发生脑出血，啊，这个老鼠就会脑出血，然后老鼠呢就什么呢，就发呆了，啊，这个得这个抑郁症，啊，不欢了。这就是生命的法则啊，不是什么宗教的教理，懂不懂？不是什么宗教的教理，哪个教会说什么这是教理，哪个教会不是教理，这不是这个层次的东西，这是生命的角度，宇宙的角度，万物归元的角度啊，七日来复的这种原则是生命的原则，是吧？为了健康的生活必须得遵循的一个生命的法则，是吧？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这种法则，是离不开的。那么这取决于你们的选择，是吧？取决于你们的选择啊，多美好，是吧？多么美好。就是就是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比如说这个因为过去啊，这个比如从某一个地区移动某一个地区呢，要走很长的时间，如果路费盘缠断了，那么他就得一边打工一边向目的地走。那么这个客旅呢，不是旅行的客旅，而是什么？是异邦的外邦的人，就是我们熟悉的外乡人，是吧？那么即便是和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都不一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也要让他怎么样得到安息。只要你是生命，你就需要安息。你们想象一下啊，你们想象一下，比如说我李香九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家里，来了一位埃及青年，来了啊，那么他在旅途上啊，他正在啊在以色列北方打工的这个埃及人呢，正在往回埃及的路上呢，那么盘缠没了，然后他敲李香九的门，他说您能不能让我在你家里打点工，赚点路费，啊，让我有个歇脚处，并能赚点盘缠，让我能够平安回到埃及。那么你这样好吧，我给你提供活计。宗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是吧？信仰不同，啊，所以我就雇了他。这个埃及青年呢？他上班的天是那天是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工作了五天。然后星期六早上刚要出去做工，啊，穿上衣服，啊，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牲口棚去喂牲口，是吧？有很多马匹，是吧？很多牛马，是吧？大概50多，那么给他们喂饲料也是一件不轻省的活。那出去一看呢，牛羊已经在吃什么？已经在吃饲料了。已经这个他们这个房东啊，就是李香九，趁着已经喂这些牛羊，是吧？为什么？这个埃及先生说：“哎，主人，这到底怎么了？什么我本来不应该我做的事情，怎么您来做呢？我做的您不满意吗？”那么李香九会怎么说？今儿个你休息吧，今儿个你歇着吧。那么我应该赚路费啊，
今天的盘工钱呢我还给你，那你休息吧。到底怎么了？到底出于什么？啊，明天我是天天休息是吧？我天天休息，你天天工作是吧？歇不着，你们歇不着，所以你今天休息一天，这就是慈悲是吧？这就是慈悲，慈悲为怀，安息日啊，就是慈悲为怀的日子，是因为我们上帝啊，是创造生命的生生不息的上帝。那么第七天呢，要让你们安息。给你们福气，给你们生命的气息，让你们的因为工作的压力紧张所受到自由基攻击的这些基因呢得到修复啊，他愿意修复你，重新赋予你生命的气息。你今天工作的话你就得不到修复，那么你休息吧。那么这个埃及人会怎么想？那我不是信奉犹太教的人呢，那么李香九这个犹太人会怎么讲？这些牛羊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犹太信犹太教的牛马，但他们也什么，今天也不让他们做工是吧？不做工不等于不给他们饭吃，不做工不等于不给他工钱。哇，这个埃及青年内心能不受感动吗？是吧？像我这样的他民族他宗教的，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呢，那么以色列的上帝犹太人上帝，那么却给他福气是吧？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这才是真正的安息日的意义哈！你不守安息日，你小子们，你看，我惩罚你们，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吧？不是人为了安息日存在，而是安息日为人而存在是吧？上帝为我们安排了生生不息的日子是吧？七日来复的日子，上帝为我们安排了。不但赋予我们生命，还安排了一个日子来修复我们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慈爱是吧？所以说安息日是充满福气的日子。当你们真正明白了安息日的这个真正的意义的时候，这一天的福气才会什么才会成为你们真正修复你们生命的日子是吧？所以你们要懂得它的意义。安息日 OK 不就是日子吗？毫无意义的时候呢，你们的基因呢就对你们这个信息呢做反应。所以你们的意志不坚定的话，不深刻的话，子音你们的信息基因呢反应也不激烈强烈是吧？所以说当你们即便看不到摸不到这个福气，但是呢这一天呢却充满了上帝修复我们生命的气息，这样的这个日子突然变得怎么样这是花钱也买不到的，花钱也买不到的在我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最最重要的，那么花多少钱就是用天下也换不到的生命的力量，旺盛的充满的日子是吧？你们能不心怀感激吗？你们难道不区别这样的日子吗是吧？会错过这样的日子吗？所以圣经啊你们越是深研，你们的掌声就真是赞叹不已是吧？真是慈悲的上帝，真是大爱的上帝这真理真是让我们生生不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们用从生命的眼光、生命的角度去看，从上帝的形象的角度去看待一切是吧？
这样万物就归元了，是吧？上帝不但赋予我们生命，还在修复我们的生命，为此做了这样慈爱的安排。所以你们深言上帝的话语以后呢，它不是这种啊，不是这种暗淡的，而是充满了生机的，是吧？到处都是生机啊，人心暗淡的话，就接受不了这种真光真亮啊。所以你们生活在这种死亡的黑暗当中的人呢，都要走出来啊，都要走出来，归向这个真理的光明。昨天晚上我也讲了哈，这个世界呀、有一个不断的把死亡的念头强塞给我们的力，那个存在势力，是吧？这个势力我们称之为魔鬼撒旦啊。这魔鬼撒旦呢，时刻在什么让我们有一种怨天尤人的这种否定消极的念头，让我们变得暗淡啊，把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呢啊，让我们无法接受这个福气。所以是真理还是虚假的啊，你们要有一个辨别能力，是吧？所以你们看，所以你们看，我们人呢是多么的这样眼瞎哈！你看，过去查尔顿演的那个《宾虚传》啊，《十诫》那个电影呢，《十诫命》里头，查尔顿在那里扮演摩西，是吧？那摩西在西乃山上啊受戒，禁食四十天以后，上帝向他彰显，是吧？啊，是从天上有一个火这样火团降下来啊，所以说，那么在这个筵席上，你要守安息日啊，你要当纪念安息，守为圣啊。摩西这样啊，吓得直后退。所以呢，世人呢就把上帝描述的是这等的可怕，电影也拍成这样，把上帝拍成这样可怖的上帝，上帝不是这样的，是吧？人们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误解呢？啊，比如说，海啸瞬间夺去了14万人的性命，那么人们就会怎么解释？这个世界恶贯满盈，上帝发怒了，是吧？震怒。然后再惩罚他们，以恶报恶，以恶报恶是世人的想法。人们用这种扭曲了的念头去曲解上帝，是吧？好了，那么现在还有人会说，说李博士，诺亚方舟的时候，上帝不是用洪水席卷了所有的恶人吗？所以你用这种已经偏向了的观点去看啊，所以你只能看偏，是吧？你们再往深一点看，是不是这样的，是吧？那么比如说海啸，这个世界这个恶贯满盈，所以上帝用海啸用海啸来让人们发生恐惧，是吧？害怕他。那么你们生病都是什么？你们没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上帝在惩罚你们。所有都归结到这儿的话，那么就是以恶惩恶的上帝，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曲解了，是吧？啊，曲解了上帝的形象。上帝是以善报恶的上帝，你们切记这一点，懂吗？不要歪曲上帝。我们再怎样行恶，是吧？是受压力，是吧？然后这样导致了疾病哈。即便是这样，上帝也会用他的大爱愿意修复我们，愿意什么拯救我们。但是撒旦呢却怎么说啊？你过去信主，你现在光顾赚钱也不交10%，也不去教会也不做晨祷会，所以上帝惩罚你，是不是？所以上帝给了你
癌细胞啊，用这种，所以说基督教本身呢就是这样的基督教啊啊。但是你们在新起点生命中心学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吧？那么归根结底，上帝呢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啊，我选择了错误的东西。那么是什么让我做错误的选择呢？就是有这种死亡的势力，是吧？是魔鬼撒旦，我被魔鬼撒旦呢啊糟蹋得了疾病。那么上帝又领我走新起点生命的道路，从魔鬼的手当中拯救我，让我自由，重新获得自由。你们要了解，这样了解上帝才是正确的了解，是吧？所以你们满心感谢，是吧？所以说现在这个教会也完全曲解了上帝，是吧？你们要守安息日，守为上啊，不是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是吧？啊，上帝呢，唯恐我们错过了他修复我们生命的日子，赋予我们生命气息的日子。说六天你们再受精神压力，那么唯恐人们忘记了这个上帝要修复我们的这个约定，是吧？啊。所以呢，他这样苦口婆心的循循善诱，是吧？甚至他的诫命里头，啊，记录着这样的他的约定，是吧？上帝就怕我们忘记了他的这个慈爱的约定，是吧？所以你们是说，当纪念叫 remember， 是吧？要记住。你们看英文圣经是吧 ？remember， 你们要记住，当纪念是吧？啊。用山东话讲就是你们可不能忘了，哎，啊，多么亲切哈，真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是吧？一周以后从我借钱那里的人呢，他还我钱的时候，我给你零花钱。那么，我给你零花钱，那么这么想给孙子零花钱的奶奶的心情，老奶奶的心情是吧？啊，说孙子，明天你来，我给你零花钱，你可别忘了，千叮咛万嘱咐的老奶奶的这种苦口婆心啊，上帝就像啊这种老奶奶的心情一样，说你不要忘记那天你要休息，来到我面前我就修复你。这是什么什么教义啊，里边就没有生命了，是吧？就没有生命了。还有呢 ，keep it holy， 守为圣，是吧 ？keep it holy，keep it。那么英文的这个 keep， 要守它。it 什么在这里？它是什么？当然是安息日，是吧？啊，安息日是福气啊，你们要守住这个安息日的福气，是吧？那么什么这个 keep 这个单词怎么理解呢？ keep 的意思呢啊是非常好的，在美国 keep 的单词用的非常的频，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很多，就几乎啊所有的人呢都在使用的单词，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单词当中就有个 keep 这个单词。比如说一个小孩子，这是谁的？这妈妈的。这个我 I wanna keep it， 我要这给我行不行？这给我行不行？啊，这个就是 OK， you can keep it， 你可以，那给你了，你可以拿着。啊，从这样的表现开始啊。那么一天到晚不知用多少次，是吧？所以是非常日常的一句话，是吧？比如说坐出租车呢
打出了42美元，那么只有一张50美元的钞票，然后给他50美元，然后说 keep the change， 零钱甭找了，剩下的8美元呢您拿着吧，啊，这句话是吧？啊 ，keep 不是我们去这样刻意的持守的意思，就像啊跟母亲要零花钱一样是吧？啊，就你拿着的意思，啊，从这个你不要忘了啊，你拿着它，啊，从这样的表现开始看啊。都是上帝的一片一片慈心是吧，啊，你好好拿着它，啊，安息日的上帝安息日赐予我们的什么福气是吧，嗯。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的李弟兄再做个现身说法是吧，啊，我一看到呢啊，他肚子现在饿的，这个教化的现在饿了好几天哈，所以我呢大发慈悲，大发慈悲，给他说什么？Keep it， 拿着吧 ，Keep it， 拿着吧，你拿着吧。我这小朋友垂涎三尺是吧？就是这样的 ，keep it 就是这样的概念是吧？哦，你表演，你做个表演，你做个表演啊！啊，比如说这个口技表演，我就给你这个，我让你 keep it。好吧，我让你拿着它，好不好？所以这个 keep 拿着这句话呢，是非常亲切的一句话啊。所以第四条诫命啊，是上帝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慈爱的心，完全在这里表现出来了哈。啊，你别忘了啊，来我这里来啊，我给你福气啊，你不要这样成天的忙碌啊。忙的把健康都给毁了啊！来，你来我这儿啊！我要通过生命的气息呢，要重新修复你那些因为你的这个欲望啊被损坏的什么基因是吧？然后你要拿着这个福气是吧？要把我的这份生命的气息呢给你，成为你的福气啊！多么的苦口婆心呢，是吧？啊，所以和你们所认识的那种威严可怖的上帝，你不守安息日的话啊，这不是。啊，不是 keep， 而是什么 observe the rules， 就什么，就像个军队一样，你要服从，是吧？上帝不是什么军人，懂吗？上帝是爱，啊，是个温柔的上帝，是吧？所以呢，上帝呢，就通过耶稣这样非常温柔、非常慈爱的人，彰显了自己，彰显了上帝的形象，是吧？就说。富有上帝形象的人都要像耶稣一样是吧，那么耶稣就是那些被赋予上帝形象人的典范，所以大家牢记圣经当中这种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上帝的慈爱的心以后呢，我们才会对这种上帝呢啊，真的有一种想亲近他的感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们的健康才会怎么样啊，细胞才会真正的做生生不息的反应，懂吗？所以你们的啊，用上帝的道创造了我们，用上帝的道让我们啊得以康复，这是一点都不假，千真万确的啊！这是多么让我们鼓舞振奋的信息，是吧？啊，真是了不得。好了，那么最后一看呢？最后一看呢？耶稣这样给我们讲，以西结书20章，又将我的安息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啊啊，就说叫李香九成为圣的，啊，懂吗？他们包括
我们所有的人。啊，我们小朋友也想成圣吗？使我们成圣啊！啊，大家以为什么从宗教的角度讲啊，很威严、很前进，就是让我们健康，懂吗？啊，圣人，他说我们经常讲圣人是吧？啊，天主教会叫什么 ？Saint， 英文讲 Saint， 圣人是吧 ？Saint 就是圣人是吧 ？Saint 这句话的原来的意义啊，它的语这个根源在哪儿？啊，是圣洁的人，圣人是圣洁的人。那么 Saint 这个词源呢，是健康的意思。啊，健康的意思。啊。Saint 是英文是吧 ？Saint 用这个用佛语法语讲什么 ？Saint 是吧 ？Saint 啊，所以说现在什么什么最近盖的楼叫什么 Saint Ville 啊，健康的楼房啊，健康的小区，健康小区的意思是吧？所以电视广告经常说什么 Sainte Ville 啊，什么健康的小区。那么所以说圣洁和健康是同一个概念，嗯，圣洁的人肯定是健康的人，健康的人才会圣洁是吧？所以说要你们圣洁，就是要修复你们的疾病是吧？啊，所以我耶和华。要是我们李先生让他圣洁啊，你们要啊，是李先生知道，然后呢啊，所以我把安息日赐福给你们，好叫你我之间作为什么天人合一的证据啊。你们没有感动吗？啊，啊，没招了。比如说这是价值连城的啊，嗯，啊，非常贵，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古董，拿去拍卖得卖，得卖个100万人民币，嗯，这样的钱，嗯。那么这个李先生看到他以后呢？眼馋的不得了，所以李香九看到了我们李先生，啊，一看他是一个将来有希望的人，希望他成为我的徒弟，然后就把这个琴呢，李香九呢就把这个，因为我爱你，啊，作为爱的一个信物是吧？信赖你，爱我，啊，你可以拿着它，啊 ，you can keep it， 你拿着它，啊，这喜欢喜欢白给的是吧？啊，这就是证据，信物，安息日就是一个什么信物是吧？这个日子的福气啊，在这个日子，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啊。上帝和我们之间的什么信物是吧，证据，上帝爱我们的一个信物。所以说当我们身体里边充满生命的气息，生生不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一种与上帝合而为一的感觉是吧，啊，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啊，所以呢
这个第七日呢，就是上帝爱我们的信物，是吧？啊，嗯，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第七日安息日是个非常有福气的日子，是不是？犹太人呢啊，把他是什么的不守他的什么，不守安息的人要用石头打死的，完全把它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残酷的律法的日子，是吧？我们把它称之为律法主义。啊，你们不要跟从律法主义，那么守安息日也没有福气，那是你们刻意的去守它，是吧？里面没有爱，没有生命的气息，没有福气，没有真善美的日子，你们不要把它安息日守成这样的日子啊。所以呢，圣经里所说的所有这些话语呢，你们越深究越咀嚼，它越有生命的味道，越有生命的味道，像蜂蜜一样的甜美的生命的乳汁啊，可以不断的吸吮出来，是吧？所以你们内心呢啊，有一种无上的喜悦与平安，有一种无比的幸福感。这个时候，你们内心当中就会充满生命的气息，你们的健康、你们的基因会按照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旨意恢复的时候，你们不但可以健康，而且可以变为圣洁。实际上，你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在你们身上体验到这一点啊。哦，早上不服药，我的血压已经降到了120/70啊，啊，又一个生命的奇迹，又一个生命的奇迹，啊，祝福你，祝福你，感谢上帝，要感谢上帝，啊，真是了不起。你服用了多少年药？吃了十多年，吃了十多年，吃了十多年，现在。啊，过去你们不敢停药是吧？现在停药两天了，停药两天了。啊，120/70是，和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血压一样是吧？啊，啊，这是越来越年轻了是吧？啊，所以啊，大家。所以说这种让我们真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惊奇的事情，生命的奇迹就这样发生。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啊，只要我们把我们交给上帝，让上帝让在我们身内心当中彰显他的大能的话，这种奇迹呢会每天发生的，是吧？好了，啊，我们一块唱上帝，上帝真好，上帝真好。真好，上
你的福分，就是生命的气势气息。你们让我们，您能让我们领受，领受，我感谢你。我们把你的生命的福气，错以为是这世间的名誉、地位和金钱，这是多么的愚蠢！我们是这样的无视了你生命的气息，拒绝了你生命的气息。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愿意领悟这个道理，做一个新的生命的出发啊！我们这样，下了决心，求你与我们同在，不断的引领我们，用你的生命气息，不断的给我们福气，让我们啊，这些在世间当中已经发生变质了的基业呢，按照你的旨意能够得以修复，让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您的百姓。啊，让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成为生命气息的奇迹，在新纪念的生命道路上，啊，每天与上帝合而为一。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名，阿门。